一会儿大别说话啊。行，在这儿呢，姐。来了，姐。咋的了？我就晚到点儿嘛。等会儿。生气了？那么磨叽呢，让你接我。你就给我姐晒的跟狗似的。那还不都赖你等这半天了，我随便弄。我送人去了。烦人，送什么人啊？送人？我那俩朋友。哪两个朋友啊？你爸。有腹肌，一黑一白。哦，那俩朋友啊。那行，那行。那他俩有腹肌？有啊。想摸啊？那肯定想摸啊。那你就摸呗。我怎么摸啊？我又没有微信。你微信赶紧给我推过来呗。说你俩呢，姐姐。微信。是我的情人。